贊唔贊成咧補教中一個成績？唔贊成，我都唔贊成，唔贊成。No， 我唔會用咯，為己啊，跟住贊成咯，贊成。自己想法你知，贊成，贊成。用咩語言係我嘅自由嚟噶嘛？咁樣不如翻大陸讀。我好靚仔，我很帥，帥。我是男，我是美女。我是江兆圭，我是中式學生。聽手聽手喂，你講廣東話。傻逼。廣東話你要點講啊？傻。你中意講傻傻逼啊？大家好，我是文馨。喺我读书时期咧，我系可以选择用普通话去学中文嘅。但系如果香港教育局真系考虑去推行普教中，唔知道大家有咩想法呢？今日我哋就去问一下啦。广东话是我哋嘅母语，我普通话好差好差。认真讲一次，我的普通话很差，好巧口啊！你好，我好赞你。好多嘅诗咧都系用广东话读。例如咧，唔记得晒啦，唔该晒俾老师。我当堂吓一跳，然后得胆笑。赞成。你自己想法，你自己想法，赞成，我哋要投入呢个祖国嘅怀抱。赶快过来，跟我一起。香港系中国一部分，点会唔赞成？你赞唔赞成啊？冇音乐，就唔系几啊，有啲棘嘅普教中。唔赞成，拼音好难。跟住赞成啊，加强对中国嘅归属感啊嘛。希望他们能够登高望远。你用广东话啲大陆人听唔明，咁啊应该普通话咯。但系呢度香港嚟噶嘛，我哋要为。要翻我哋本土嘅價值，冇分別啦。但係呢度都係唔同嘅地區嚟噶嘛，地域唔同，唔同文化啊嘛，大佬，我覺得唔好啊。而家學校多唔多用普通話呢個？唔多，我小學就普教中嘅。你學咗幾耐啊？六年咯 ，Form One 至到 Form Three， 我哋學校有英文班同埋中文班。中文班嗰啲人多數都係講普通話，有啲係香港人，但係因為啲朋友講普通話，所以都講普通話。都皺紋佢哋，同在後應咯。啲同學仔喺度講，佢哋都跟埋一齊講，影響曬大家。因為佢英文好勁，全部 A B C， 因為就都係講普通話。你接受邊樣多啲啊？兩樣都聽唔明，係兩樣都唔掂啊，其實。同低方嘅代溝有啲大咯，好難溝通啊，會覺得用詞嗰方面其實大家已經係。唔會再想傾偈咯，但如果佢問我哋嘅話，我哋都會樂意同佢講幾句嘢，佢攞廣東話講嘢咯。我覺得係唔係佢哋唔識咯，係佢哋識，但係選擇佢哋選擇普通話。係啊，可能係關抖音事咯。然後對啲細路生打住個抖音好大聲咁樣。如果真係普教中啦，可唔可以提升到個語文？我覺得反而會差咗，零 feel 喎，其實我覺得唔關提升語言事咯，提升語言係書讀翻嚟噶嘛，唔同語言去學，其實冇分別，都要學嗰種文化佢嘅知識，而唔關你用咩語言去學嘅問題咯。可能因為係書面語，差唔多相同，但我覺得學廣東話可以有多啲嘢都明啲咯，嗰啲咩文言文嗰啲。你普通話水平 O 唔 OK 啊？可以，普通話是我們祖國語言啊，我們是中國人嘛，中國人都講普通話。你好笑。上者冷，冷太冷。你覺得廣東話有咩特色啊？一啲潮語 ，game 狗嗰啲可能。停車熄匙同埋停車熄。有啲電影台詞咧係要廣東話先有味道啊嘛。任務事先做到世界冠軍噶嘛。我自己認為就好似有啲俗語啊，或者一啲好特定嘅方言。咩路環咯？咩解釋嚟㗎？咩路面環境咯、啊，應該就被河坐屎塔喎、啊，吸吸冚啊嘛。又贊成普通話咧？普通話有咩特色啊？簡體字咯、啊，寫嘢寫快啲咯、啊，字難料下咁樣。半個唔知落 ，G D 唔知 D。粗口就係廣東話文化，好多變化咯、啊，同一隻字可以帶出好多嘅意思咯、啊。嗰種氣勢啊！你老母同埋臭年媽咁樣好 feel， 真係成個 weak 咗，好廢啊！你明唔明啊？鬧人要鬧得有氣勢噶嘛，係咪先？起碼都四隻字啊！係啊！所以今天中國隊的表現怎麼樣？你老明日踢得呢個乜嘢仲學緊你去踢球，真係嘅！即係上面啲食著屎咁啊，插得五六隻。你好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請用國語說一下。他們踢得很好啊，已經盡力啦，踢得很不錯咧，以後好好加油。廣東話原本就係一個語言咯，唔可以話夾硬覺得冇用咁樣就完全唔講。我覺得應該越嚟越普及嘅普通話，好多人都喺度撐緊，尤其是啲政權人士建議話講個普通話嗰啲個，冇辦法，個趨勢已經開始係咁。佢哋。准备打靶啊！讲啲普通话，真系。我都不能说。本人谨此宣誓。我唔讲粗口喎。打交噶。我操！操我识。我真系唔讲粗口。你如果猛先屌我老母。你话唔讲粗口？香港如果再冇人讲广东话咧，呢个语言就会消失噶啦。对啊，就是。